车，倒车，倒车，倒车。两极反转。哇，艾克这万都 T5了，T4 T5，这有点变态的。民族鳄鱼可以杀。来个戒指，要不要戒指？放了，不说戒指，先把推推买。艾克这东西就反不了野，这东西是刷野捡人头的，你看这个魔腾多装啊，但是确实打不过他，行，先退一下。盖伦过来要死了他，我有晕战。艾克这东西要打拉扯，打掉非常弱。啊，这就是带海闪的好处，他发现你的时间反应时间比较短，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反应不过来了。往下走，走不了。进我们野区，他被包了。刚好来一个。你这里还要偷野？他其实知道艾克比较弱才敢这么打，但是也得看情况。他现在已经昏了。A 就给他 A 死。放一个 W， 再一个，这英雄是属于不应该学二的，长二他不好看到了，滚雪球起来就很强，你还有二的，你还很难死。我预判 W， 帅不帅？梅子爱乐乐鸭发来价值50余翅的高能弹幕，夜色渐浓，让我想起了你。每当夜晚来临，我总感觉你是那么的遥远，却又如此的近。夜宝 ，I love you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吃？你要吃皮吗？你死了呀！打个晕，死不了了，到了盾上，随便打吧。闹的，这魔腾有点不太服气的样子。
我跟杰来整个一波了。想先把他链子走开就好了，我都砍一下。又逮到你了，老弟啊！这就帮拉一下，拉到他身后。这边把他盾破了，打出二段 Q 的效果。你要飞吗？成功了，被他错开了。戴克起来了，太好 K 头了，有点像鱼人，鱼人也是这样的，有个直向性技能普攻带伤害的，再配个巫妖，走到哪杀到哪。他在打所有人。哎呀，还要待到他死了，两级反转，艾克的大伤很高的，就是很难中。创一次，倒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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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压两次，创两次。哎呦，我回家来个帽子，出来一个大能秒对面了。这个戒指有点不想卖。回来，艾克就这点比较方便，回家买完装备立马能出来。哇，这三环的加速加风暴狂犬的加速移速有点快啊。这钱直接来本书吧，没啥好出的，感觉要一波了，把钱给他花了。你别说，这个 EZ 装备不差的，三件了。
我三件是没算上他的鞋子的，我六件都来了，沙兰是只能算半件，那你们要这么算，他加个多兰他也六件了。